来自天狼星信息。关于成功的时刻正临到我们。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我们现在来解释你们星球周围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你们在为光取得最终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一步一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地球盟友联盟如何共同努力实施我们帮助他们制定的非常谨慎和精心策划的蓝图时，我们不禁感到有些自豪。他们充满活力的行动计划继续让黑暗阴谋集团过度自信的人感到困惑。本质上是多维的，到目前为止，该策略一直缓慢而稳定。随着真相不断被揭示，预计运动会加速。尽管阴谋集团毫不留情地决心阻止你们的进化，但公众正在觉醒。幸运的是，他们的傲慢将导致他们的瓦解溃败。阴谋集团对你的统治正在消失。我们要求您保持积极的态度，并在您的信仰中找到安慰。到目前为止，透过尽职的努力，联盟更具银河气质，在策略上战胜了黑暗势力及其许多盟友。这都是一个精明且精心遵循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征服你们星球上的黑暗势力。控制你们境界的黑暗势力的爪牙们正处于一个巨大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一直致力于迷惑光的策略已不再工作。一个特别的反击战略现在导致阴谋集团的失败。因此，他们的一个成功的计划被打入冷宫，并且无法向前迈进。这种困境在他们的全球领导地位引起了恐慌。一场草根革命正在酝酿，一个新的、严格的普通法道德体系必须被正式重新引入你们的世界。一系列广泛、环环相扣的调查揭露了黑暗阴谋集团的邪恶秘密。这些调查将为其合法下台定下基调。他们与各个过渡政府的崛起有关，其主要目的包括起诉数千名在非法和虚构的反恐战争中担任公职人员的人。目前该过程仍在进行中。这种大扫除的过程可以建立真正建立在自由、正义和个人主权基础上的新政府。透过功能性道德的实践，人民管理的共和国可以发挥预期作用，全球财富可以不受阻碍的分配。这些改变将把你们现实的本质改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上天很少会容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通常，这种程度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而不是不到十年的时间。这项制裁是由于黑暗阴谋集团公开蔑视控制你们现实的改造的神圣法令而产生的神圣补偿。大型的国际金融服务集团和他们多国盟友明白他们的失败和逮捕是真的即将降临。几个人在其庞大所交织一起的银行公司提出一些激进的发展作为可能的方式。我们已经对带头工作巨大像章鱼状的组织团体保证，任何企图去延缓这一转变进程的都注定要失败。我们对我们的盟友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能把这个复杂的象棋游戏迅速地带到结局。这涉及到一系列允许价值重估发生的全球货币的单方面举动。这套动作会通过迅速推翻许多关键制度而释放已陷入这种转变多年的僵局。我们十分的感激你们每个人所持续的耐心。我们理解你们沮丧走过每一天的程度。因此，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权利以及同意给予开始一个巨大的财富的转移，允许你们每一个人去完成你来这里的原因。
当这些事物似乎可能会不断地被黑暗势力和其邪恶的追随者拖延时，要保持一定程度去自我强化你们积极的梦想，这的确是相当困难。我们的计划是去表明光，而让这些在盖亚行星地球表面的运作能够加快这不可避免的事情。目前的关键在于发布过程，要能安全地得到所承诺的财富，由那些我们如此珍惜并忠实信赖的人。这一进程需要迅速的工作，为了新的治理的兴起和全球金融系统的转型。我们已阐明了许多方法，这是可以迅速的发生。我们的联络人，伴随着我们的阿加森朋友的协助下，正在执行用来实现这些崇高和最需要的目标的方法。星号译注：阿加森 Agartha， 传说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俗称阿加莎、安沙尔、阿加森。我们有能力去创造和移动黄金，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同样拥有从一个点瞬间移动领导地位到另一个点的能力。现在该是时候利用技术来阻止黑暗势力的计划，欣然地去支援我们在盖亚表面上支持者们的请求了。谨记在心，你们的世界拥有全球化的思维控制网络，以及一种半隐形的秘密太空战争技术，有势力会企图挑起某种形式的战争。多年来，我们一直让这太空武器的队伍保持无效和处于绝路。那些热切希望这个境界生病的人决心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使用这个技术。我们看着并且观察黑暗势力如何指派一个又一个的秘密任务，以某种方式破坏我们的执行而陷入僵局。我们对他们而言是过于强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阴谋集团对那些每天跟他们相互角力的同事直接投降。现在我们的联络员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需要去释放继续在盖亚表面境界的混乱。成功的时刻正临到我们，因此我们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去完成我们多方面的道路，降低阴谋集团和他似乎永无止境的阴谋。这所需要的大量的事情就会由我们地球上的同事去完成。我们的联络员向我们保证，重要的行动正在进行中。这些黑暗势力的恶棍承认失败，并且从你们身边被隔离，是扬声大师和天堂所希望的。计划已得到批准。这些黑暗势力的爪牙能够被逮捕、被受审，以及被移送到一个他们不再能发生事件去影响整个星球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地陈述一个可以完全显化在你们身边的新现实。我们已经赋予许多在你们世界完全理解需要做什么事情的人。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被设计用来打破目前僵局，移动你们的境界前进到一个新现实的行动正在进行。这也可以很快地导致披露和我们的导师在你们的境界中到来。正是这个时候，你们所绘制的是非常接近导致全意识的最后步骤。当黑暗阴谋分子准备下台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准备接替他们的人。指定的看守政府必须建立一种支持你们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代议制治理形式。这些临时政权发起的繁荣计划和许多慈善项目需要相互同步。此外，这些政权将需要新的规则，赋予你们每个人自由参与治理过程的能力。他们将是你们迈向银河社会的最早步骤之一。花时间承认你们正在成为的存在，以及你们在实现新的银河社会时将承担的崇高责任。
何时？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我们带着更多项目回来与您讨论。你们现在的不文明将转变成一种散发着和谐与欢乐的文明，到处都看到机会和探索的蓬勃发展。人类社会将回到利莫里亚所见证的庄严高度。我们希望再次对您所做的事情表示深深的谢意。事实证明，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凭信心行事是一项重大挑战。在整个旅程中，您对此过程的唯一确认就是这些讯息以及您从网络收集的报告。请放心，一旦这些非凡的事件发生，你的困难就会愉快地结束。我们在这里解释的正是一些会影响你们接收祝福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禁用当前阴谋集团想要阻止支付新金融系统的权利。有一系列的协议，这是我们与你们境界的治安单位所签署的，这些单位目前正在推动取消非法的壁垒，采用一个新的安全系统的国际银行转账。此外，我们的星际好友正使用自己的能力，以确保我们的一些方案获得推出，并迅速完成。我们祝福所有那些允许我们放下卑鄙和令人憎恶的方式，去对那些黑暗势力控制处理你们祝福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感到被认可，并知道他们的贡献对他们的世界有价值。归属感是健康的当地社区的根源，而归属感又是健康的全球社区的基石。当你真正自由时，你就对自己和社区完全负责。这与灵性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神圣服务的目的是透过释放你创造性的利用你与生俱来的能力来解决你周围的日常问题，来满足你的社区。当地社区应该实现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任何内部问题。只有这样，你的直觉天赋才能真正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发挥作用。随着你的意识扩展，你对自由的渴望会吸引你的全部注意力。主权是自由的直接副产品，它赋予每个存在彼此平等的地位。主权是你们的善行得以建立的特殊基础，这是您可以轻松体现、实现您全部创意才能的方式。一旦您真正了解了大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您就会发现合作是多么容易、轻松和有效。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为您的社区创造一个充满爱和永续发展环境的愿望。主权是采取积极行动的神圣合法手段。主权是不可动摇的基础，你们的善行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我们坚定不移地想尽快向大家致意，庆祝我们共同的胜利。我们深切地希望能够在这个节日季节中给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我们还打算运用这种繁荣来向你们介绍一个新的政府系统。因此，我们的同事正准备这些天堂般的祝福。几十年来，你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可以大大地改变这个境界的事件。我们与许多人密切合作，以确保那些无赖已被盗走或阻止某些基金交付而得到他们真正应得的正义。逮捕和各项控诉目前正准备好去孤立他们，使他们不再能够延缓我们早就答应你们的事。黑暗势力现在忙于策划各种序列的事件，从而导致另一场全球战争。我们的星际家人撤销了这一进程。我们请求你们，被祝福的伊们，运用你们的静心静坐、冥想和仪式支援这最崇高的事业。我们每天都祈祷着，并专注于和平、转变，以及这一境界的繁荣。
一个新的伟大的意识阶段正树立在全球各地。使用这新的能量对所有人类体现一个新的世纪。你的内心深处意识到，人类一个新的时期正在到来。这个新时代会是生活在自由、和平与繁荣中。天堂的法令是相当具体的。我们所有的人为了光明，都被置于神圣的服务里。这个了不起的任务会揭示你自身，随着你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长久被黑暗势力所管理的境界正在消退。如同他影子般所做的，这些流氓失年的爪子正被拔除。你们将被引入到新的光之人类群体。从有限到全意识移动的过程在加速。它会允许我们在正确、神圣的时刻物质化。在这一点上，我们打算对多项课题去指导你们，对这种至关重要转型。你们也将会与那些来自内部地球和宇宙的存有见面。这些见面将扩大到我们灵性的家人，准备好返回你们作为全意识光之存有的生活。今天，我们继续地告诉你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回顾了你们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些事件正在进行中，最终将确保黑暗阴谋集团及其许多合作者的终结。你们正准备见证一个奇妙的事件。光返回地球。从那时起，回到全意识将只是一个短暂的旅程。许多奇妙的神迹都会发生在这个假日季节。准备好去接受这些天堂所带给你们的快乐。新的一年会充满更大的奇迹，并且要开始你们最终改变进入全意识的最后步骤。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